叱咤903宇宙船恋人第五集北斗星象。硬系觉得有啲唔自然。有咩唔自然啊？昨晚个月瑶唔系月瑶，点可能啫？唔系，应该话佢系佢，但系唔系佢，唔系平时嘅佢。咁即系佢定唔系佢啊？我都有啲乱啊。如果佢唔系月瑶，咁阿朗都第一个知啦。我谂佢已经知啦，不过呢个日朗都系咪又系你啲感应啊？唔系啊，系感觉，唔使感应都知啦，你都应该留意到噶、啊。有咩？例如永远打机的时候，月瑶都一定坐我左边的嘛，但是昨晚在右边。有这样的规例的吗？平时吃披萨他一定不会吃过边的，但他昨晚都吃了啊。可能他不记得了，他不吃呢。这些小习惯哪会不记得啊？你会不会不记得你自己喜欢吃什么？你是不是最近看得太多侦探小说了？你不信我吗？我信，我问多句看看你有没有动摇嘛。他们真的有点不妥呢。唔系啦，抽转牌先。仲咪当自己客人拣下花咯吓，但如果我当自己系客人入咗去先，但原来我系喺度做嘅，咁好奇怪咯。我哋而家咁样企喺人哋花店门口，又唔系帮衬，又唔入去，仲奇怪。我惊啊！你唔系翻幼稚园嗰啲细路惊乜嘢啫？入去啦！喂呀，俾个胆我啦！仲想听埋落去？快啲订购商台节目重温，收听翻足本版嘅宇宙船广播剧《恋人》。继续体验星象逆转、人力失衡的爱情感觉，同时还可以重温其他商台精彩节目的。